那天不是晚上吴秉睿那一段，中间还有很多拉扯啊，抢东西啊，追着我、啊、拉着我，然后抢那个东西啊。今天本来是要戴安全帽，但是后来想说这样比较。我不是很在乎是谁，我也不会想要去控告我的同事。一场攻防就是这样子的，当然就要应该自己顾好自己做一件事，但是我也不会故意去把人家弄坏，然后只为了去指责他，这不是我会做的事。他也知道我平常战斗力很强，我也不会故意跑开。战场上本来就容易有很多事情，为了金门这一百多位，其实我可以达到半身，我也是很甘愿。他这个二哈，这几颗啊，都是我一起处理的。他这个一看就晓得钻石啊，牙根也裂了，然后里面的钉柱也裂了，那假牙也裂了。礼拜一晚上，大家有记得吴秉睿那个画面吗？就是那个时候，然、啊、后来不是你们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就推来举去，推来举去，然后跑来跑去，冲来冲去，也被挤来挤去，所以那时候就松脱了。然后后来我其实那天本来想弄，可是因为礼拜二也是要表决嘛，没办法。那我今天就把它装回去，然后想说戴这个压回去，然后戴这个口罩就比较安全。结果还是没办法，那没办法就一定要来。就整个断下来，就一定要来那个来看牙医，不然我本来约牙医是下一次是应该是三月份，对我一直在这边看牙医看了几十年了，对。所以今天是特别，就是我就是特别就是先赶快来看的。是啊，因为整个掉了，一定得来那个，就等于是断了嘛。所以伟宇，你今天是说，所以他主要掉的时间点，并不是在今天的冲突中发生，没有两次就财报法的冲突，因为礼拜一就是修财报法，礼拜一晚上啊，还有今天。就两次，哦，这然后礼拜昨天表决了，昨天没有冲突，就这两次，哦，冲突嘛，财务法的冲突当中，推挤啊，这个暴力啊，我们还是要谴责暴力，我希望还是和平理性的讨论啊，和平理性的讨论，谢谢。啊，那个侯胜汉委员说，是你自己牙齿没护好，你还怪说这？我自然应该要保健我牙齿，谢谢他指教，但是呢，我也不会，我想他有点是说我故意要把我的牙齿弄断来，只是为了指责民进党，我想没必要吧。因为第一个来看牙齿也要花时间，也要花金钱，对不对？然后还要类似说要自己把自己牙齿弄烂来指责他们，我不会做这种事，而且我没有指责任何人对我做什么事情。我一直说这样的推举冲突是一个不好的行为，请小朋友不要学习，这是暴力行为。我觉得国会还是要和平理性的讨论议题啊，不要使用暴力。哦，所以我觉得我当然说应该自己顾好自己的这个做牙齿保健，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也不会故意去把我的牙齿弄坏，然后只为了去指责他们，这不是我会做的事情。我在金门哈，我觉得大家也知道我平常战斗力很强哦，我也不会故意想好像这样去讨拍怎么样。我觉得战场上本来就容易有很多事情，以前我被咬被什么我也没说什么，所以我觉得。最重要是我们财务法通过以后，地方可以有充分的裁员了。我们金门一年可以多30亿，四年就可以多100多亿哈。我想为了金门这100多亿，即使我被打到半死，我也是很甘愿的。可是我们高雄没有，我们高雄有增加这次的修法啊，财务法高雄也有增加几百亿，就是说高雄的财政也会变得比较好哈，这是事实。那高雄市长陈其迈今天早上在记者会上有提到说，觉得好像特别去台北，一句话都没有讲，就是整效。好，来我来讲这件事情。那个事实上，我们地方县市政府事实上早就派了代表哈，有上4次台北到财委会去讨论这个财划，已经上去4次了哈。那礼拜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没有特别邀请说是谁，就说那邀请地方政府过来是蔡宇委员的，我们也是我说我也是欢迎他们，但他们是列席。他们不是一定要出去，他们是练习。练习就是说可以说话，可以。我们如果不要求他们不用说话，他们不是一定要出席的官员，他们是练习官员。那我在这里郑重的呼吁陈其迈市长哦，就是说如果觉得高雄这个财报法的对高雄也这么重要，也应该增加财源，请提醒高雄市的委员赶快提出你们的版本。到目前为止，只有赖瑞荣委员提出版本哦，其他我们还有好像还有五位吧哈。五位委员，其他委员都没有提出任何的版本哦，都没有在帮高雄争取这个预算哦，请各位委员赶快提出你们版本，帮高雄市争取预算。我也非常爱高雄，请大家赶快提出对高雄有利的版本，好吗？嗯，好，那委员，我再问一下他，因为他那个有人说，就是你3分钟就送出这个初审，会不会太草率了一点？这样子可以讲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事实上我们已经开了大概从罗明才招委到我已经主持了我们总共出了可能5、6次、7、8次讨论了。好，已经从5月份讨论到现在了。我们这个财划讨论并不是今天才开始的，在这中间，礼拜一的时候，我甚至给民进党的委员无止境的登记发言，发言到第5轮没有人愿意登记了。
都没有人愿意发言的，我们才休息的。所以我们已经有非常充足的讨论。民党现在的问题是，他们不愿意提出版本，只是为了阻拦议事进行，而且用暴力行为。我要谴责这个暴力行为哦。所以我希望任何的我们的所有民意代表，赶快提出对你们选区有利的版本，因为在朝野协商，大家还可以再协商哈，这样是最好的选择哈。赶快提出你们的版本，不要只是在那边啊、这边说哦，我要这个。那个不利啊，或者不，但不提出任何版本，那只要只说不练了啊。啊，我也可以看一下你那个牙齿，给大家看一下。你这个大概植多久了？植多久要问医师，我忘记了，我也不知道植多久了，要问我的医师。没有委员，他们的意思是说冒昧可以拉下口罩拍下，就很丑啊。没关系啊，冒昧。早上在上面台北已经拍过了。没关系啊，我们高雄还没有啊，拍一下啦。很丑，因为我觉得牙齿没有丑。很丑，可是你那一天昨天睡，你昨天是没有装回去的状态去。我是因为是不是没有，对，没有，因为要维持一下，睡觉不用。所以，我昨天是已经上高铁了。所以我今天是来看可不可以再装回去吗？我可能我不知道问牙医师是，因为我是说昨天人家那个拿出那个画面争论节目，这是昨天前天，这是前天晚上嘛？对啊，讲。所以昨天争论节目那个画面是你就没有牙齿啦。对啊，那我现在我要装回去，我戴口罩保护一下。就这样，等一下哦，来你阿姐，拜托啦，不要这样很难看，真的。都已经看过没？都看，大家看到照片了、啊，其实都有媒体访问的、啊。啊，好，这样可以啊。可以啊，一点点的。好，牙齿可以再。牙齿哈，他们我想这个牙齿有一点比较私人隐私嘛，没事啊，牙齿我都可以关起来的。哦，你头上不是？妈要断掉的那个，就掉的那个牙齿。这真的是我的牙齿，不用怀疑，大家不用怀疑，真的。不过我没有必要，然后跑这么远，花很多时间，所以可能还要再弄新的，这是假的。所以你这边是有几颗假牙？不知道，要问牙医，蛮多的。这是什么时候植？什么时候植的？要问医师啊，要打二次啊。你可以讲一下你那个当时的那个过程吗？哪一个过程？就你那个牙齿断的时候，那个过程。星期一啦，星期一。星期一就是那个啊，就是那个那天不是晚上吗？大家有注意到就吴秉睿那一段嘛。后来其实可能大家没有看很多，但是中间还有很多拉扯啊、抢东西啊，哇！很扯麦克风开始那一段。对，就那一段也很冲突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可能只有看到吴秉睿他那个拉扯的比较厉害，但中间还有很多委员追着我、啊、拉着我，然后抢那个东西啊，然后推来挤去，哇！反正。很冲突了，我觉得这都是错误的示范。就打到你牙，你也不知道是谁，就是我因为我从来，其实我跟大家讲实话，我不是很在乎是谁，因为所有的挤压过程中，我也不会去指责。像我被困在电梯一个半小时里头，事实上那个已经犯了强制罪，但是我也不会想要去控告我的同事们，因为一场攻防就是这样子的。他们现在就是民党现在在立法院就是相对少数一点嘛，所以他们就会用比较激烈的动作，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说，在这些动作当中，大家还是要维持理性的讨论了。哦，这个一场攻防哦，没有说一定是这样，我也不会去怪任何人，因为每个人就是站在他自己的角度说话嘛。多元社会本来就是民主社会，就多元意见嘛。好吗？可以吗？谢谢。今天要去开会之前，还把它再装回去。对，让而且带起来，保护比较安全。但是没有办法，我知道，我今天本来是要戴安全帽，但是后来想说这样比较夸张一点。啊，戴安全帽。本来打算呢，就之前的，因为我们有比较之前那些装备。对，因为我也想，但是我们重的这个有战略嘛，所以大家有那个，然后比较安全。不过还是不要这样子哈，大家还是理性讨论。他带的可能人家又会说什么？对了，对了，反正就是什么话都有。有准备。我们就是理性讨论哈，大家赶快帮自己的选区争取预算，像我们金门就一年多30亿，就多了100亿哈，希望哈，谢谢。好，我要看医生了哈。可以了吗？可以。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它添加五种 EGF。专门防止肌肤老化，强化皮肤修复，增加肌肤弹性水嫩，轻松抚平皱纹，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活肤露、全效精华、精华霜，即刻启动冻龄密码。